陈芋汐。好，看看他的表现，也是407C。应该熟悉陈芋汐的，就是他的小名叫乐乐。嗯。时候就没有一点犹豫，很干脆，对，非常干脆，入水的效果也是很棒，从登台空中抱腿到打开都是一次成型的，84.80，对，他就没有拖泥带水的一个最高分，对，84.80，非常高的一分。好，下面看全红婵的第一个动作80多。好，下面看全红婵的第一个动作80多。嗯，好，我们看一下陈芋汐一个臂力的一个动作，是的，626抱膝。嗯，有的人选择臂力是一个转体，有的人他用向后感觉好，他就选择一个626向后的一个翻腾。压力的，因为之前选手有失误的话对他有影响，他其实入水的时候是有一点控制，但非常好，还是凭自己的经验，对，他推手的其实是有一点点没推起来，哇，分数比较高的，空中我有点纠结，内心有点纠结，是，但是看他在打开入水处理的这么好，还把心又放下来，对，89.10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又是一个高分，每一跳都在进步啊。哎，越比到后面感觉越紧张。是。目前总分是250.40分。都是9分的有效分。对的。好，看看全红婵的6243D，在提升。很干净，他蹬腿那刹那，包括他打开，都有一个很果断的这样一个停顿动作。对，87.46，那又是一个他每个环节都能很清楚的给看到。嗯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教科书一般的动作。你看打开的腿的位置就在那打开就不动了。是，跟大家是他稳定就是冠军。但还是想看到精彩的表现。嗯，好的，哎呀，漂亮，还是漂亮的，还是40。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紧张了。对。哦，他的表现就一直比较稳定的，而且有三个高分。他入水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没有很好的，就是顶到那个水。对。就是错过了顶水最好的这样一个时机。全红婵要满分才能跟他平分，所以就是每个人会有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漂亮。那控制的时候有点犹豫了一下，他如果再果干一点会更好。是的。在决赛的时候，运动员会更兴奋一些。嚯，分数跟陈芋汐一样，76.50。对。下面就看看大满贯冠军选手全红婵了，奥运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都拿过冠军。其实我们说在最后一个跳，其实在分数上面可能会